好的，面前有群的网友，朋友们好，我是墨子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墨子先表示宣布一个小活动啊，正片开始的时长也会标注在视频的下方，小伙伴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空降。之前呢也有做这种视频的想法，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，一直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。而现在的我爱想做啥就做啥。还有那些一直给予墨子素质三连的小伙伴们，我心里肯定是有逼数的。同样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呢，除了感谢小伙伴们之外，还想宣布一件可以跟大家互动的小活动。那墨子晚上加班加点的就统计了11月份到12月份小伙伴们的留言以及私信，总结出来了一些小伙伴们推荐的片片，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弹幕票选。如果喜欢该作品的话，就在弹幕里打出该作品的数字号，我会根据弹幕的数量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。一、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，二、地狱少女，三、马路虚家学院，四、雪国列车，五、世奇夜之声。这个世奇夜之声呢，我突出的介绍一下，就是有一位小可爱就是一直想让我解说这个，可能要跟你说一声抱歉了，就是肯定会讲解的，但是可能还是需要再过一段时间。六、网络杀机，七、魔法天女，八、龙八姨，九、美国恐怖故事，十、九号密室，十一、暗金丑岛君，十二、闪光少女，十三、继续活下去的五个故事，十四、想看的我，十五天方一坛，十六伊藤润二，十七剑雨，十八秦时明月，十九灵魂摆渡之黄泉。哎呦妈，好多呀！当票选结束以后，我会把结果公布在动态或者某期视频里。票选时长为期一周。说到这儿的话就差不多了，咱就正片开始吧。那上期咱们就讲到这个狗子去各大地方搜集灵异故事，但是大部分搜集到的都是一些没屁的歌，就比如说什么把大白塑料袋子当成鬼的，把漏气儿的篮球看成死人脑瓜子啥的。就是最可气的还有一个大哥半夜看着一个没灭的烟头吓得哇哇哭，问他咋的了，人家就非得说看着鬼火了，哪才气人呢，你们家鬼火会冒烟啊。而终于有一天呢，这个狗子是遇到了一位资深的二次元肥宅狗嗨，他所描述的事儿那可比这些玩意儿有意思多了。据他描述说，他那天好像是三天三夜看番剧，是没合过眼，当初的状态呀基本上已经是神志不清了。突然我就觉得这个墙上我的老婆变得立体了，具体是怎么个立体法呢，就是好像是从二D的变成三维了。你是过来秀恩爱了还是过来讲故事来了？那媳妇变成大活人是多少肥宅毕生的梦想啊，怎么的你还嫌我吓人呢，还愣着干啥，趁热啊。不是，他要是整个的变立体了我也就不说啥了，他就好像是从墙那头钻出来的，完我吧就刚钻出来一个脑子就难产，不是就卡里了你知道吧，不仅出不来了还回不去了。完我就看着这姑娘是卡得挺难受的，我就寻思给她薅出来或者给她塞回去，但是吧就孩子特怕生，我只要一靠近她就叫唤。完我就赶紧找隔壁的房东大佬突去了，就跟他说呀，说这姑娘都卡里了你能不知道啊，就这体位一看就是从他那个房间里干过来的。但是吧我找到他以后，我在这打死不承认自己家有啥小姑娘。完我就说那你没有的话你就让我看看去呗，完他也死活不让我进啊，还骂我神经病，说什么我玷污他的清白，说什么他是黄花大小伙是咋地的。你越是这么藏着掖着的话，那我不就越好奇吗，那没准这小姑娘就是被他绑架了，然后他给沁墙里了也说不定。所以我就特地等大老秃出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就翻窗去他家，完我就寻思我也当一回苏菲曼上，我也拯救个小姑娘啥的。但是我到他那屋啊，我就这么一看啥也没有啊，不那怎么可能没有，那他还能从墙里长出来是咋的。那当时我就寻思说他没准是蘑菇成精那也说不定，所以吧从那以后我就直接把他当成了一个会动的小挂件啊，我也没把他太当回事。但是直到有一天吧，我就发现他好像还会吃东西，那吃东西吧我倒可以理解，毕竟是个大活人嘛，但是吧他在拉哪儿这就是个问题了。然后吧慢慢的我就发现他好像是属饕餮的，那是光吃不拉呀，那也行啊，也省得给我这屋整臭了。然后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大老秃就领过来一个房客过来看房来了，那家给我吓得，要是这朵蘑菇精让他们给看着那就完犊子了。当时我是左挡右挡是没挡住我，毕竟他是个活物他会动呢。那好在我机智，说的是个模型才糊弄过去，当时他也挺配合一动没动，虽然吧他是听不懂我说的啥，但是我俩配合的倒还不错。从那天开始吧，我就感觉说其实有个伴儿也挺好。为了避免房东再没事找事儿啊，把这个房客往我屋领，我只能走出了我的安全区出去找了份工作，只要把租金按时给他交上，这个大老秃那边也就不是啥问题了。当然啊找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交房租，也是为了能养得起的，不一样你养他还不容易吗，就一脑袋也不用给他买衣服也不用陪他逛街啥的，能花你多少钱了，撑死也就给他买俩发卡装饰装饰。我的妈呀，你是不知道这家多能吃啊，给他啥吃啥，一天八顿呢，干吃不胖啊，也不知道他吃哪去了。虽然这钱呢从那以后是费的都挺多的了，但是好歹呀这日子是充实多。当然啊那肯定也有不方便的时候，毕竟我这堂堂七尺男人啊，你那肯定也是有自己的需求的。每回我不干好事的时候他就非得搁那这么瞅啊，一开始吧我还觉得挺尴尬的，但是转念一想我平常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自嗨，但是现在俩人了我还憋着干啥呀。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你别看他高我踩着凳子啥的勉强应该也能够着。但是凡事都是需要试探的，所以那几天吧我就疯狂喂他棍儿状的食物，然后吧都被他逐一咬断以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怕他咬东西咬顺嘴的一口给我干折了那就不好了。那从那以后啊我俩相处的是越来越融洽了，我没事啥的也就不看番剧了，我就好教他说点人话，我就看他牙牙学语的样子吧我就特有成就感。从认识他以后啊我就好像从二次元这个世界走出来的似的，也不买手办了也不买抱枕和壁纸啥的了，剩下的钱就给他买各种的假发呀挂件啥的，平常的时候就各种的给他设计造型啊，我就这么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我就寻思说这姑娘还挺漂亮啊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趁他睡着了以后，我就偷偷的看了会儿小电影，当时那也是欲火攻心。那在我看来我都已经养了他这么长时间了，是时候该是他
报恩的时候了。那确切的说吧，当时我已经把她当成了我的女人，但是为什么我的女人只能让我望梅止渴？这不公平，我要让她出来陪我。那强吻失败以后啊，我就迫切的想把她从墙里薅出来，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大活人，而不只是一个死人头。所以我直接就找来了锤子，当时就把墙给砸了，给隔壁大老秃都吓完了。但是我当时就啥都不管了，我只要她。当我把这面墙拆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看到了，原来她真的只是一颗人头。当时我记得她哭得特别凶，但是吧，到那时候说啥都晚了。由于墙被砸了，所以大老秃报了警，还叫来了街坊四邻。虽然当时我已经尽力在遮掩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看到她了。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记得了，我好像是被他们带到了公安局，然后就是医院，最后还把我交到了一位姓杨的教授手里。但是吧，还没等开始治疗的时候，他就被警察给铐走了。我趁乱跑了以后，我就呜呜往家撩啊，我就迫切的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但是等到我回到家以后啊，就那面墙已经被重新的砌好了，他也消失了。当时我就这么摸着那面墙，我哭着我就说了一句话呀，就这大白刮的也不平啊。你找我说这么多，是不是想让我帮你干点啥吧？我只求你能帮我找了。那狗子这边就表示说，那我也听了半天的故事了，也是时候该干活了。所以吧，他又找到了当地的派出所调查一下当时的情况。但是当地的警察叔叔就表明啊，那个人头其实是医院丢失的标本。当时我们发现这孩子的时候，他是紧紧的把这个人头抱在怀里呀。现在的小孩玩的脑子玩傻了，我的妈！成天在屋里挂一个死人头，你说他也不嫌瘆得慌。不是啊，警察叔叔，不对吧？你刚才说狗害豹就是那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头标本，但是我怎么看怎么像那个罐子都好长时间没开过封了，这你怎么解释？那都已经落了这么多灰了，那怎么可能是人头刚放进去？那警察叔叔听到这的时候，也只是呵呵一笑，也就没多说啥了，就本片儿完。这个故事莫子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解说了一把，其实吧，就相对于解说的话，我感觉更偏向于配音了都。那今天玩够了，咱就说这个片儿吧。我就感觉看到最后的时候吧，就有一种其实这事儿它是真实发生过的，那只不过是当地的负责人把这件事给压下来了。那狗嗨呢，也有可能是被他们用医疗器械摸出了一部分的记忆，而美人手到底哪儿去了呢？咱就不好说了。反正原著里说的是被砍下来了，咱们呢还是不瞎猜了，还是留个好念想吧。行了，每期节目到这吧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投币。你们鼓励就是莫子最大动力，小伙伴们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再见。